各位好，欢迎收看《晋冀史话·回首文革》，我是李肃。文革期间，对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崇拜达到疯狂的最高峰，他被称为“红太阳”。我们今天要看一看这个“红太阳”是怎么升起来的。这是文革初期风靡全中国的一首歌曲，歌名叫《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歌中唱到，千万颗红心在激烈的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衷心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当时的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带着红袖章，挥舞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在红色的海洋里，伴随着这种音乐大跳中字舞，向毛泽东表忠心。生于1893年12月26日的毛泽东，从中国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乡下的十三伢子，成为20世纪中期中国六七亿人心中的红太阳，整个历程就是一场造神运动。毛泽东从20世纪初开始参与中国的政治事务，他1920年参与创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创建了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3年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中共中央委员，直到1935年中共领导人的红军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共的最高决策核心，成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不过，当时小组的负责人是周恩来，毛泽东是周恩来的助手。1936年年底，在周恩来的谦让之下，毛泽东成为中共军方最高领导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38年9月，从苏联回到中国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统一的领导。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成为中共的实际最高领导人，被正式公认为党的领袖。从此对他的个人崇拜也开始了，而且一开始的调门就很高。例如1939年1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刊登一封边区党政群众团体及全体人民给毛泽东的致敬信，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而且是全中国人民所爱戴、全世界朋友所敬仰的领袖。1940年12月25日，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在一篇文章中称毛泽东为英明的领袖。在1941年9月到10月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同时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组成新的书记处，作为政治局的办事机构，由毛泽东担任书记处主席，并且规定
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从此，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并且被赋予中共日常事务的决定权。文革专家高文谦认为，这场造神运动既有历史原因，也有个人因素。高文谦说，首先从历史上看，共产党这个天下只有靠毛泽东才打得下来，只有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共产党才能够夺天下。这个呢，那已经在若干历史关头已经被历史所证明，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第二，共产党这种政党本身内部就是个集权制度，按照列宁当时的说法，叫做阶级、集团、政党、领袖，这是他最核心的。所以呢，最后是所谓民主集中制。民主呢，那是一个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呢，核心是集中制。这种集权制度就给毛泽东成为神形成了制度上的原因。第三，我要讲到毛泽东的个人，并非所有的人在这个位置上都一定要形成后来毛泽东这么一个神的情况。那么毛泽东个人的因素呢，就是他这个人呢，确实是第一呢，雄才大略；第二，善于玩权谋；第三呢，领袖欲、帝王欲非常强烈。比如说他当年在陕北写的那个《沁园春·雪》那首词里面呢，所谓秦皇汉武啊什么的，人们早就从这首诗的分析中呢，看出来他的这种帝王的境界在里面。造神运动初始阶段，毛泽东呢还有过自谦的表示。例如在1943年，当时的延安大学校长周扬把后来成为中国文艺政策座右铭的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呢编辑在一本题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书中。毛泽东呢，在1943年4月给周扬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我的思想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呢，是不能这样配的。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决意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这显示出在当时毛泽东还有一些谦虚的想法。但是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毛泽东允许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实际上，毛泽东对中共对他的个人崇拜不仅基本上欣然接受，而且还曾经积极推动。1943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纪念口号时呢，第一次喊出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毛泽东不仅与共产党并列，而且还排在共产党之前。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归中央宣传委员会领导，而这个委员会的书记就是毛泽东。到了1947年9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40条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其中第38条是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连原来口号中的共产党都去掉了。据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原来的机要秘书透露，在1950年3月，
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三人共同拟定了五一劳动节的口号，一共有两个，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另一个是全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他们把这两个口号呢拿给毛泽东审批，毛泽东亲笔加上毛主席万岁和人民胜利万岁两个口号。美国三一学院教授文冠中博士认为，这场造神运动自然有毛泽东本人的推波助澜，但是也符合当时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文冠中博士说，毛泽东自己积极推动，党内不少人也推动，同时呢，中国的传统价值也提供造神的肥沃土壤。中国历史上从来都需要一个皇帝来维持统一和秩序，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民主、要自由的运动，最多就是满清末年、民国初期出现很短暂的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潮，但是呢，经过试验没有成功，反而是崛起了另外一个一个的强人，开始是军阀混战，后来是蒋介石。那么如果说共产党的天下是靠毛泽东才能打下的，共产党内毛泽东的这些战友同事也因此对他心悦诚服，推崇他。但是呢，普通的中国人为什么会接受毛泽东这个神呢？文革专家高文谦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皇权专制主义，这个传统根深蒂固，很容易借尸还魂，借着共产党这么一个西方在当时20年代上个世纪的时候最时髦的这种思潮，借着这么一个西马思潮这张皮，实际上呢还是还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专制主义这个魂，所以老百姓呢很容易接受这个。第二，还跟共产党掌握权力以后采取的一系列的愚民政策有关，把国门关闭起来，把信息给封锁起来，使得人们对毛的那种崇拜成为民众的这种土壤。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在文革中，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是最常听见的口号，而这个口号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1939年7月20日，在延安举行中国女子大学的开学典礼，毛泽东讲演完毕后，全场高呼毛泽东同志万岁。到了1942年以后，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已经成为中共各种集会和报刊的重要口号。经历过文革的人，谁会忘记这首当时唱的最多、唱的最响的《东方红》呢？歌中唱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不过，这首歌并不是文革的专利。抗日战争期间的1942年年底，陕北民歌手李有元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曲调编唱出《东方红》，后来在中共各个根据地广为流传。就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1年多前，中国还以这首歌的名字为题编排了赞颂
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毛主席反帝国大革命，在为毛泽东造神巅峰时期的1970年，连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都被命名为东方红一号。这颗卫星发出的唯一信号就是东方红的旋律。中国当时欢呼说，东方红响遍了全球。文革期间，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拜极尽疯狂。当时中国人讲的是三忠于四无限，就是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毛泽东的话被称为最高指示。如果毛泽东晚上讲了什么话，人们就会连夜上街庆祝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这叫贯彻最高最新指示不过夜。1968年8月5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在访华期间向毛泽东赠送了一些芒果。毛泽东呢，就转送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个地方要解释一下，这种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中共组织起来的，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组织，简称工宣队，相当于中共过去各种运动的工作队，进驻各大专院校、中小学、机关和事业单位，领导文革，具有古时候钦差大臣的权利。于是北京举行了热烈庆祝毛主席赠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珍贵礼物大会，再把芒果分给全国各地的工宣队，芒果不够就做芒果模型分发下去，让全国的工人都感受到毛泽东的关怀。当时和毛泽东握过手的人回到各地以后，都会在大会上介绍自己幸福的经历，并且让其他人握一握他一直没有洗过的手，也感受一下伟大领袖的温暖。当时大街上几乎每个人都佩戴着毛主席像章，只有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没有这个资格。收集毛主席像章成为时尚，收集者呢互相比谁的毛主席像章大，谁的毛主席像章有创意，比方说弄个夜光毛主席像章啊。这场造神运动的主将包括20世纪中国政坛上的顶级名流。第一个就是文革中被毛泽东打倒的头号走资派刘少奇。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在中共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修改党章的报告。他说毛泽东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人民提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不仅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在刘少奇的提议下，中共七大新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上，面对毛泽东的大跃进已经出现种种严重的问题，刘少奇仍然表示，我们中国党、中国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不是最好的领导、最正确的领导？我看是可以这么说的。请马克思、列宁来，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我看也许可能更好一些。
也不见得，也许更坏一些。刘少奇还说，党要有领袖，领袖就要有威信。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文革中被打倒的中国的副统帅林彪对毛泽东的鼓吹更是达到肉麻的地步。1964年，林彪决定大量再版毛主席语录，并且亲自撰写了再版前言，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时说，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接见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林彪在文革期间还说，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人物，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显然，共产党人的祖师爷马恩列斯都已经不在话下了。林彪还把军队中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扩大到全国，当时很多人可以把林彪介绍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方法背诵得滚瓜烂熟，那就是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于是呢，中国展开了大规模全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并且评选积极分子，召开代表大会和讲用会。1967年11月29日，林彪还用文革之前的一首颂扬毛泽东的歌曲中的歌词，给中国海军第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结果这首大海航行靠舵手也成了文革最著名的标志性歌曲之一。还有文革中在毛泽东和江青不断整治之中抑郁而终的周恩来。从1940年年底开始，周恩来作为当时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在许多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都以毛主席并中央书记处开头，把毛泽东摆在中央书记处前边。1943年8月2日，周恩来在一次演说中说，我们党22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
中国共产主义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在1945年4月，中共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中共当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任弼时曾经说，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然而在文革期间的1966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把毛泽东捧上了新的高度。他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于是仅仅几年前还由于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而吃不饱饭的中国人，要解放世界上2/3还在受苦受难的人民，把红旗插遍全球了。1967年1月11日，人民日报的通栏大标题是让毛泽东思想红遍全世界。5月23日，人民日报欢呼世界进入毛泽东思想伟大新时代。10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接见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客人时，称毛泽东为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文革专家高文谦说，文革使得毛泽东的这场造神运动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以说也是空前绝后了，今后再也不会有了。而且超过了封建社会对皇帝的那种崇拜，天天跳中字舞、红海洋，在历史中都留下笑柄啊。今后多少年再看，后边没有亲身经历过的，看看当年的那些实物、当年的纪录片、当时的回忆录，都会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啊。但确实真真正正发生过。我要再加上一句，如果你不知道文革的疯狂，就看看晋冀史话，回首文革。我还要再问一句，今后真的再也不会有了吗？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Yeah.